开安利云服务，在安利云购菜单内找到推广助手，进入九宫格图片，图片按照最新、纽崔莱、XS、雅思等进行分类，方便查找。选择 XS 分类，点击下载图片，强让图片进行保存。切换到下一张，同样强让保存。将全部图片保存后，点击关闭图片按钮，点击复制文字。看到复制成功的提示后，点击页面左上角的关闭按钮。图片和文字都保存成功后，接下来就可以发到朋友圈了。点击发现，选择朋友圈，点击页面右上角相机按钮后，选择从收集相册选择，将刚才保存的图片依次勾选，然后在文字编辑框内长按跟点击粘贴，建议将文字后面的网址删除，以便完整显示文案。完成后点击发表，在评论内贴上网址，方便直接点击网址进入对应页面，九宫格图片就发表完成了。